们。Yeah!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一子凡。大家好，我是依依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子。我是小帆。耶、yeah, ，今天非常的开心，来到我们今天一子凡的公益运动会。耶、yeah! ！对，虽然今天下了大雨，但是大家还是都非常热情。对，大家都来了，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不要感冒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依依她非常酷哦，她我拿了一分，命中注定有没有？不要以为一分很多，一分是最后一名，没有一分最后一名。对，因为我们只拿了他的两倍，22分，我拿了22分，谢谢我的队友，依依最强，依依最强。然后我是中间那个，我觉得你是33吗？33，我是13，对，但其实重点就是很谢谢大家，就是冒雨还是前来一起运动兼做公益，真的辛苦大家了。那也希望就是以后我们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机会，然后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做公益，来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。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哦，然后也快要到今年的尾声了，在这边祝大家。